湾演唱会进行模拟。SH 十月将在香港红磡举办演唱会，为了呈现出最好的一面，三人可是如火如荼的进行练舞彩排。合作的高难度反转动作，让舍琳娜在练舞过程中尖叫声不断，甚至练到手脚都淤青了。我在练的时候就不是很顺利，因为我本身平衡感很不好，然后我又就是很特别胆小，所以就是像他们很快就上手了，然后我就是练了很多次，像 Selina 喉咙很黑心啦，啊，因为她一直不停的尖叫，对，我一直不停尖叫，然后所以手啊、腿啊、腿的后面都是很多都抓的，对啊。SH 这次在香港的演唱会，难得要大秀美腿跳舞，问到是否有想过要怎么性感呈现 ，Hebe 的答案却是让人很喷饭。其实没有在想说要怎样妩媚，然后就安全第一。我其实很想戴安全帽上场。虽然 Hebe 开玩笑说要戴安全帽上场，不过为了要在演唱会当天完美演出，就算再累，三人也会努力撑下去。